2020年3月10号上午11点，这是武汉亚洲病心脏医院，这个是急诊室，而且要预约才能够来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现在我是因为老妈脚肿了将近一个月，必须要到医院来消肿。然后呢，医生看了之后呢，要住院必须先查血，确诊有没有新冠。然后呢，老妈要查，我陪同的人也要查。刚才已经有确诊的，医生要求转诊到其他医院。有确诊的，无任何症状确诊病人，现在才出来才发现，查血才发现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武汉人要全部要查血，查了血才行，不查血，武汉所有人都可能潜在的带毒。